哎，你们两个回下城，这去干嘛去啊？我们去赶集。这个小村子集啊。哟，炸油条。没什么卖吃的，这有卖鸡叉骨没有？卖鸡叉骨的，那也不得要吃饭啊，是吧？那也要吃饭，那鸡很小的啊。哎，老板娘，这现炸的吧？那这多少钱一斤啊？九块钱一斤啊？来一斤吧。哇，这个。十块钱炸的包。买的一包大。生意还不错，生意。我炸的一包。谢谢惠顾，欢迎下。小鸡，这是一个。小鸡。你看那里。还行，你两块葱，多干净一点。叫大爷的美女，这是叫啥葱？黄坡啊，黄坡一个葱。你们要吃不吃啊？大葱。吃吧吃吧，我们吃不完的，还有两瓶白酒。你们是过来旅游的是吧？我们啊，我们专门过来去吃这个鸡叉骨来了。哦，那咱花钱买一些人吃的。哎，专门吃他这个鸡叉骨来了。来，这一份10块的。哎，对，10块的。看不看？你们是美食博主吗？对。来，让人家美女尝一下。啊？美女，你尝一下这个。我尝一下来。哎呀，好。你尝一下。啊。你们那不都等到哪一年？我吃过，我们那里也啊。哎，你哪里的？从嘉兴过来。哪里？浙江的啊。哎呀，我们也从浙江过来的。我们也是从浙江过来的。你们浙江哪里啊？我们在浙江金华。哦，那你们是哪里？我是山东人，他是河南，他是湖南。你到外面下来。对。嗯。来。我们在那里。哦。啊。天气冷，刚好。对。还可以行啊，好吃是吧？别闹了，哎呀，好吃嘛！别闹！快点！我叫沈登辉，他叫李哥，去哪儿吃？沈登辉啊，美女见过早上喝酒的吗？在抖音上见过。啊。沈什么辉？沈登辉。登山的登吗？对，攀登的登。辉。啊，谢谢。收获粉丝一枚。没关系，不好看的话可以取关的。你们这是哪里？我们就在这附近赶大集啊。那都快没有了，你想起我来了。对啊，当时也没想起来。调个对量的，都行吗？行了，兄弟们，那我也尝一下。忘了，沈总啊，这块。我一块就够了。哎，这玩意我第一次吃，比我想象的好吃。我以为鸡叉骨这玩意儿人骨头嘛，没想到比鸡腿还好吃。第一次吃，你呢？可以。你第几次吃？第一次吃，你们真是没见识，没吃过，没见过，怎么活这么大了？啊？你们呢？没吃过，没见过。你肯定吃了好多了。我肯定吃好多了。他家里以前就是卖这玩意的，吃了十几二十年了。你再不要乱造谣，好吧？如何不差这玩意儿，不差肉。对，中国的后厨房嘛。一个叫庄慧是吧？对，庄慧呀、啊，
卫龙啊，别少喝点，别少喝点，今天绝对不灌你了，喝了不喝了，多吃吧，反正今天不让你喝醉了，再吐一次就麻烦了。